这你用什么剪的？指甲剪？剪刀。剪刀。嗯。指甲剪剪不动，再把那个东西给它别出来。知道。上次修里面没什么皮，就一点。这次夸我自己剪也没有什么，但是它有点疼哎。没剪好。是没剪好。对。断在里面剪。断在这里面了。对，也好修。但是也弄好大一块出来。哎呦，你这个，这六十哪不疼的呀？我看有没有皮啊？嗯，还要给那前面修短一点。我这指甲盖也不怎么长一节一节的，它一你看它长成一节一节什么意思？是指甲问题还是身体出问题？指甲问题。指甲问题、啊。身体没关系。是不是有真菌感染什么东西？对。这里面没皮。没有皮的话，大概疼就是刚刚弄出来那一块疼。对，就那一点断在里面了、嗯。这里有一点皮，别动，好弄。我又不行，疼。我感觉这就皮有一点皮。粘在上面了。对，好了，就一点，好弄。去了是不是？嗯。现在好像是有人请了是吧？我不知道，谢大姐看一下。王楠，你要求吗？你那号还是要弄呗。妈妈，妈妈，七块钱。哎，我跟你看。七块钱。多少钱？我跟他补穿鞋子。他四百，充多少？充一百。充二百五。充个二百五。二百五。这能多领个号码呢？我还很少。我这个也要学。学也要。能学。王凯是吧？微信收款500元。好嘞。成百的。学。爷，你学不学？学。我说他俩能学。我没有了，我就没有。哥哥，你头上咋鼓着大包子？哪里的大包子？这上面长了痘痘，哇靠，正在看到你。就是我手上短一点看，肯定就是灵感方法来修的。不是我咋的？没有。哈哈哈！哥，那大宝不能看吗？这女的准备那些东西。